欢迎华西各地的环保志工齐聚四川精进，怀口志工尽地主之谊，鼓舞士气。推动环保落实大陆各省，四川慈济志工举办环保讲师营，透过共知共事的建立，希望做到共行。如果我们的心灵能被净化了，那基本上环保的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次环保的云队，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只重在做，我们希望更多的环保志工在一起交流分享我们各自的做环保的经验，互相的成长。那希望回到社区之后能够落实在社区，更多的接引更多人来爱惜这个地球。两天的课程，大家相互交流经验，各实地走进社区，走入人群，跟民众推广好的理念。那环保肯定是很重要，对我们身体，就是说如果环保就是说这个不好的话，那肯定对我们身体有害。以前我们这个还不知道有这么多个环保点，但是这样一集中起来，其实给了我们力量，知道没有？我们其实这样一听了以后，更有信心去把那个环保的推动得更好。从低头弯腰做环保，到抬头挺胸说环保，华西志工用实际行动守护土地。大爱新闻叶平、张勇，四川报道。